李芳，听讲你伫探听林文尚的集团社长的代志哦？对啊，你敢有伊联络方式？你会使去问阿敏达啊，啊，你家伊毋是好姐妹阿婆啊？想讲，你敢毋知影尚野集团青木奈美副社长甲阿敏达是亲戚哦？因是亲戚。是啊。敢是？小林阿姨，你好，我是纳米的陈希啦，青木杨姐。原来我要找的人，就伫我眼前。大嫂，青木是啥啊？我刚刚把听姚母讲过呢，伊足大开哦。凯瑟琳阿姨，多谢你对阮翁仔某的照顾。我甲阮翁今日特别登去日本啊，欢迎你以后随时来日本佚佗哦。我会好好招待你，纳米。大嫂，刚才我倒啥讲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青木警长！小舅长，副小舅，是你没事。咱要等去日本了呢。啊，咱好心安排大个所在的人哦。啊，咱要离开啊，煞无家己收拾，确实是咱唔对啦。啊，既然人拢来啊，咱多谢家己哦，谢谢多谢，真心解。啊。啊。你想哪？你头骨咧疼是唔？那无你伫车顶等一下啦，我落去去甲凯撒琳阿姨拍些招呼就好啊。阿米，是的啦，拄才甲你惊到啊！我是问社区管理员才知影恁的车牌号码，好加载，搁你会着。阿姨，你真正台湾的日头同款，这么热情呢。你的翁婿，我翁婿伊无爽快，伫车顶休困，以后我甲你讲一声实的。Aoki Yosuke， Aoki Nami， 看起来应该就是上野集团头家，无唔对啊。我去小舅，太客气了啦，身体健康较重要。奇怪，我无甲阿姨讲阮的身份，伊哪会知影又是佮是小舅？一定是阿敏达阿母家讲的。你着和我甲我翁婿，请恁食一顿饭，表示阮的心意，一顿饭就好。也毋过，我都已经冒性命危险，要到遮来啊！敢讲无值得吃一顿饭？
要是该头骨疼起来啊，我看今妈妈不需要坐飞机，那无和阿姨一个面子啦。好啦，阿姨，我嘛应该跟你吃一顿饭，顺便跟你说一下多谢。那呢，我叫助理甲办去延期啦。多谢你愿意和阿姨一个面子，那无你先回去大个所在，我餐厅订好了后，随甲你联络。麦当和阿姨小舅，我休困一下。多谢阿姨，我才要多谢你。那呢，咱讲定哦。酒车，大嫂，你看，真正有车祸发生呢。哦，连救护车拢来哦。我著讲哦，我拄则有听到砰一声，足大声。哎呦，家在哦，家在，毋是我坐伫个救护车顶面。啊，你讲要去倒？你若是坐我的车会惊，你该行路啊。啊，大嫂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我这双鞋哦，买两万外块，足贵的，你莫甲我丢包啦。你放心。咱的任务了，已经完成一半，我会豆豆啊塞。我搁要等你看信件，等你好好感谢我。看你今日陪我的份上，暗顿哦，你做伙来啦，甲姚母也做伙叫来。哎，是有啥物活动呀？人来就知影啦。我讲你看迄凯撒林阿姨啊，穿啥那贵妇的，所以为着要请恁吃饭，硬甲咱请动来，就代表讲阿姨的个性真呢，做代志真善。嗯，我原本嘛想要敲一个电话问阿姆，看卖这个凯撒林阿姨的背景。嗯，要唔过伊电话关机，可能是时差的关系，即卖是半暝啊。啊，阿姆甲阿姨两个姊妹阿婆呢，就代表讲啊，凯撒林阿姨绝对唔是普通人，身份无这么简单。你现在头过会疼无？你若是身体无爽快，你先回去不要紧啦。我只要应付的话，我想凯瑟琳阿姨应该当谅解啦。有啦，我食个药啊，头袂疼啦。我来洗好洗手间个。哦，好啊。我看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先来包厢拍只招呼，你大家来啊。好。那是酒当所长跟本当所长，凯瑟琳阿姨到底跟伊什么关系？没耶，绝对袂通阿尤斯克跟伊见面。纳米，来啊，欢迎，欢迎哦。阿基好个小舅，伊就是你家大兄一直想要合作的大客户吼。啊，本当所长。就当所长，恁来吃啊！是的啦，纳米，一直无机会向你自我介绍。至于在日本，你甲看过啊？伊就是盛发集团当所长，我的翁婿。富谷小舅，咱个见面啦！哦，原来凯瑟琳阿姨，你就是盛发集团就当所长的夫人哦。不过你气质真尔好。富小舅，我嘛是当所长夫人哦。大方营造当所长，背后查某人哦，就是我啊！我叫林秀华啦。啊对了，我去小舅嘞。哦，也过来洗手间啦。无我去甲穿，我今日兼着包厢哈。海生，我甲办到。是信用相片里底，伊迄个结拜兄弟，港票的红婿陈进辉，伊就是阿去社长。大家好，我是青木杨姐。
伊的模样甲唱花遮尼神，连笑容嘛一模一样。所以迄天我伫日本温泉无认着人，也无想到伊看到我甲姚母一点反应拢无。伊是郑辉，伊就是郑辉，忘唔掉。郑辉，郑辉。哦，我想起来啊，你是老师长，是嘞，你认不着人啊？不不不，之前咧日本的怀石餐厅，咱就捌见过面啦。你著参照即马安尼搞认就是吧？啊？我翁的名叫做青木洋介，两位董事长一直叫伊别人的名，讲硬要爱承认，就算讲两位是师大。我嘛无得就是种待客之道。那咪是嘞啦，因两个是认得人名，伊绝对无任何无尊重你的意思。小舅，不过小舅真歹势，实在是因为后起小舅跟阮一个失踪真侪年的朋友相熟啊，所以阮才将伊失态。是嘞。今仔日哦，都单纯食饭尔。那咪你放心。阿姨嘛，足讨厌食饭时阵讲公事，啊，食饭哦，就是爱专心嘛，安尼才会当食会出料理的滋味。无唔对，这美食啊，爱用心感受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听讲这间是米其林餐厅哦，讲话真正感谢安可个阿姨啦。我阿母要回去日本哦，佫特别安排一摊呢。安可阿姨，多谢你。两位，茶坐。嗯，南明，来。你坐好。哎，留下留下。OK， 小舅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一直踮在日本，想到你台湾话讲到这么认得嘛？是不是以前捌住伫台湾？我翁哦，唔捌倒过台湾呐。伊爸爸妈妈真早以前就去台湾移民去日本啊。我翁是日本人，伊的台湾话是跟伊爸爸妈妈学的。有了，台湾话哦，阮爸妈教的啦。啊，是讲两位人口，我想要请教一下哦。恁讲你的朋友失踪，啊，伊是安怎失踪？是咧倒位，什么时阵失踪的呀？你卖个假呀，好不？你就是郑辉，你是安怎摆承认？是安怎你要假做你无熟悉我甲大兄？我听讲你问讲郑辉到底失踪偌久啊？你是毋过是扣分当当年我对你所做的代志，所以你要安尼折磨我甲大兄？姚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文东诶，我阁甲你强调一遍，嘛请你听好清楚，我这世人干那一个名？青木洋介，进前在日本的时阵，你对我呢一直如，我是看在讲你啉烧酒醉，也无想跟你计较的。今日你也要继续呢乱，继续咧无理取闹，歹势，你的面子我拢要替你搞。那物件，等下，我并无无理取闹。二十几年前，我甲你甲大兄，咱伫帝君面头前就算结拜做兄弟，你敢袂记？哦，今仔日，你要否认我甲大兄这两个结拜兄弟，要叫阮 uncle 拢总无记。啊，不过你袂当讲，你无对神明就算。无你是咧正案嘛？二十几年前，我人根本无咧台湾，好不好？包起小舅，算我拜托你。你若是郑辉，就请你承认。你唔知这二十几年来，我跟杨武是安怎过日子？讲恁两个到底是安怎莫名其妙的安尼高高低，就跟你讲，我唔是什么郑辉啦。我有法度证明伊是郑辉。哎，你走啦！